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在新竹的南寮渔港，今天搭乘稳胜166，我们要来去钓环鲫鱼。今天的目标全部都是环鲫鱼，然后呢，今天我们算是公益班，所以我们钓到的鱼货呢，会全部捐出去。好啦，那看我们今天的钓果会如何呢？一二三 ，Let's go！ 各位大哥们，今天加油加油！新品稳胜钓研出品。反南极虾钩，那么黑色这就是南极虾的眼睛，然后外面就是南极虾地球盘。正点啊，新品的钩子，钩型是基努的，基努镀金，比较不会生锈。然后八号，四号的五线。然后用我们的十连钩，全部都用假饵给它吃南极虾，然后它就吃下面幼饵笼下面的钩子，撒出来它就它砰砰砰吃上来了，来撞鱼啦，撞鱼啦！哇，整排的了，整排的了，换我们了！哇哇哇哇！哇哇蛮强啊，蛮强的。这体型太小，换点。来换点喽、哦！哇，这体型不 OK 啊！这么多只，就只有一只可以看。中风了，中风了，中风了，给他凹啊！很凶哎！哇，龟瓜啦！可以，这小朋友在下，这好离头，嫌他没大。左哥，这个大的，快点收，快点收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，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。热身是为了大家捞鱼啊。对，捞鱼了，捞鱼了，捞鱼了。那是黑鸡啊。那是黑鸡啊。对，不是黑掌。嘎啦啦，这是嘎啦啦，看起来像嘎啦。开奖了没？哦，九雕了，九雕了。进军军了，跳口歪了，九雕了，十雕，九雕九雕，九雕九雕，哦，这个十雕，哦，这个漂亮。
这个就可以了，这个就适宜了。从管子抽出来就一堆鱼啊！啊！从管子抽出来一堆鱼啊！大只的啊！有，大只的吗？对，很大只。没有吧？不会很大了。没有看到都很大只啊，是不是？可能连管子一起上来了，连破网一起上来的。
次。特别弯哦，特别弯呢，这里很饿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呢，是由我们稳胜调研新竹稳胜166呢，他出钱出力，然后举办了这个公益活动，就圆满结束了。这次我们钓的鱼呢，全船的渔获呢，我们都捐出去，捐给我们的育儿之家。刚好我们去送这个渔获给他们的时候呢，遇到这个小朋友，他们下课。就也有遇到这个我们可爱的小朋友，希望呢我们小朋友可以健康平安的成长，吃得健康，快乐的长大啦。录影的片段呢，我也没有换上来给各位，就是我不希望做过度的消费啦。对啊，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次影片，可以带动广大的朋友们来共襄盛举啦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钓游就到这边结束啦，那就准备来出发前往下一次的钓游啦，1 2 3 Let's go！